这里难道就是程曦说的那300人的藏身之地？你已经跟你姑姑串通起来，欺瞒于朕。不好，陛下去了玉真坊，那边的人都撤了吗？还差一点。不是让你加快了吗？可是那是3个时辰之前发出的命令，没想到会这么急啊。完了，玉真坊的死令是擅入者杀。程曦入局了。很好，准备人马，我们马上出发。你要去吗？姿势体大，你我同行。好。找了一圈，什么也没发现。这是个戏班吗？奇怪，人都哪儿去了？看来只能出绝招了。本姑娘听说这里演得不错，特来此一看。有人吗？怎么？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何地？懂一二，要不要跟我比比？敢杀人不敢应战，一群缩头乌龟。说过，这次我一定要赢你。
东西亭了。来人了，怎么办？给我搜！是是，把人找出来。你怎么了？你可别这时候犯病。大人，您看，给我搜！你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。陛下，陛下，别动！您受伤了，赶紧拔了。废什么话，拔！陛下，您忍着点儿。这里一定有通向其他地方的密道，咱们找找。段日奇，月奇，碎渡紧急三门。段日奇，月奇，碎渡紧急三门，快！是是。这都是陷阱，